我做社会新闻的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对事不对人。回廊，回廊，我爱你。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看到你跟我在一起。对不起。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就是不想让座和要座坐这儿这两句是关键词。我让你给身边的老人让个座。要座坐这儿。不让座这事儿肯定能成为热点。一个漂亮的姑娘遇上那么一事儿，结果她的名字、她的手机号、她的工作单位，通通都被晒到了网上。敢挑剔我？还跑啊！站住！你看我怎么捏死的。你听见没有？我要用这些去救一个人的命，这是我的失败。你信不信啊？